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53集，今天给大家分享魔方推出的狂飙。其实这个狂飙应该推出很久一段时间了，但是最近的话呢，它推出了这个异色版本。我不晓得它是不是这个所谓的宇宙海盗的这个配色啊，看上去有点像啊，那很好玩。那人形态的话呢，可以看一下前后左右，造型还是挺饱满的。那么关节的紧实度的话呢，两只的一体性都算是挺好的。先看一下这个原色版本好了，看一下它的细节。首先它难得有一个透明的部件，后面有一个红色的部件。那如果你用那个光照的话，其实是真的是可以达到一个透光的感觉的，非常的有趣。好像魔方的玩具比较少吧，比较这个配色就感觉更加的鲜艳了，对不对？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，反正我最近的话呢，桌上多了这个东西啊，在后面这里打一个勾边光啊，是从这个地方啊，会让人物的这个应该说模型的一个轮廓线的话呢，会再稍微明显一点点啊，可能各位也觉得没有差别啊。那以我手上的这一款的话呢，我这个家伙的话呢，我好像有点中奖啊，这一块部件的话比较松啊，掰一下的话，这个吸型扣是有点松开的，但是在这一款异色版本的话呢，则是完全修正过了啊，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也是有相同的状况啊。那可动的话呢，来各位看一下，头部是一个左右转动没有问题，不是球关的样，上下可以动的幅度很有限啊。那手臂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，二头肌也可以转动啊，拳头的话呢也是可以转动的，手肘大概90度，脚前后左右侧踢没有问题，膝盖啊、接地啊这些关节都是有的。那摸起来的感觉的话呢，也是比较舒服，但是这个人物的倒脚的部分呢、我感觉吧，好像这个异色版本的话有稍微磨好一点点。我在玩这个紫色的版本的时候呢，我感觉这个手感来说它是比较尖锐的啊。那么如果说是经过几年之后的话呢，有一个修正的话呢，那也是算是一个改进了啊。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狂飙的变形啊。首先的话呢，手臂这个部分呢，把它往拳头先转正啊，拳头先给转正，然后整个往下拉下来，这边也是一样的，往下拉下来。头部呢前后做一个反转，然后把背包的话给打开，里头的话呢这些部件都把它给翻折出来啊，翻折出来，然后最后一根的话从这个地方推出来，然后头的话呢给折到这里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手臂这个东西先转到这里之后呢，把整个给转下来，然后再转下来啊，这样子是会比较顺了啊。主要就是说它除了这样翻下来之外呢，你还有一个，因为你还要再折上去再折下来啊，这个步骤要记得啊。然后呢它的这个部件，怎么被我拔下来了啊，奇怪啊，这里这个部件奇怪，之前变都不会啊，突然有一个意外发生了啊。好，扣进去到这里，这里也是一样的啊，到这边。好，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呢，把这个部分挑出来之后，往上翻转上去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，往上翻转上去，然后呢这个部件就往前面折下来，往前面这里折下来。那么这个玩具的话呢，最锐利的地方我感觉吧是这一带啊，它感觉就有点小扎手，然后这个脚掌就是推下去之后呢，再把后面这个往前面反折就可以了。那这两腿中间的话呢，有一个组合的一个卡扣，把它给扣上。好，然后呢，侧边这里拳头把它转正，这里有一个组合的位点，把它扣上。这里也是一样，把它给扣上。这边组合上去，好，两侧都给扣上了啊。到这边 ，OK。那么我们这个狂飙，因为它的这个英文的这个名字呢，这个 Space Skimming 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啊，宇宙空间什么什么后面那个我不会翻啊，反正我觉得名字取得有点奇怪啊。Anyway， 它的变形的话呢，就算是比较简单啊，就是一下就把它变完了。那这两侧的话呢，你能够越往中间集中，就请你尽量往中间推。但是我的话呢，就是我能推的极限也就到这么多了啊，我推也就只能这样了啊，你总不能叫我投胎转生吧。好，那么这是它原色版本，两个看上去啊，对，各位可以对比一下，你喜欢哪个配色？我相信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原来的配色啦。但是这个异色版本的话，也是有一点那种类似我刚刚 PO 的那个什么海贼的那种配色，强烈的有那种
官方的那种什么什么 Barcon 啊，那种奇奇怪怪的配色的那种感觉啊，底盘啊，就是长得是这个样子。那比较可惜啊，下面没有任何的起落架啊，然后这个头这里也是感觉不是很安分啊，感觉好像会随时会伺机而动的感觉。那变形简单了啊，那造型也还算过得去啊，毕竟你还是能够认得出它是狂飙了啊，那至少配色上这个三尖的头的这个感觉。OK，那整体来说就是一个，也算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魔方的玩具。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，记得给我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